了迎接天降的稀客，开出花香让风吹过，额外整理身上的刺座，全为马背的美景放松。等一等吧，伸手美丽的沙漠之舞，就这样对爱认真的祷告期待，一瞬间大雨降下来，灌溉枯萎和阴霾，好像在海洋翻滚，从不会被掩埋，只需要这一刻快乐，足够再次面对烟火，一直爱着当下的眼睛的一瞬间大雨降下来，可以先说好的安排，好像在海洋泛起你经过的开怀，只想要这一刻快乐，飞上艾菲，卢老师。艾菲，有同学反映说你在宿舍练舞，打扰大家学习了。我没事儿，以后不要在宿舍练了。啊？同学们都看过《角斗士》吧？我想大家都应该有印象，在电影开场没多久，一位皇帝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所杀害。这个皇帝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马可·奥里略，他是罗马帝国史上最显名的皇帝，他拥有西泽的称号。所以呢，马可·奥里略，他开创了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。同学们记一下，今天的活动也拜托你了，爱妃。我问你话呢，啊？罗马五贤帝之中有西泽称号的是哪个皇帝？哪个？老师，他呀，估计早就梦游去了吧。都安静。是马可·奥里略，记住了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坐下吧。都不许笑了。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我希望大家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，真真正正的为自己拼一把，以免到时候后悔，都明白吗？明白，老师。在这里练舞就不会吵到别人了。嘿，我一定要成为最火的舞蹈明星，到时候许亨一定会喜欢上我的。林老师，程先生，这么巧啊！对啊，好巧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约了我表弟的班主任。啊，不会是你吧？你表弟是许亨。原来许亨没跟他父母亲住，既然你是他表哥，又跟他住在一起，就应该肩负起教育他的责任。是是是。我说呢，他为什么不敢跟我妈说，只跟我说？原来他在学校的表现是这样的，看来我真得回去跟他聊聊了。服务员，麻烦接杯水。哎，
加水是吧？哎呦哎呦哎哎哎哎！阿姨，你手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烫红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帮你们擦一下。来来，我来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手回去要冰敷一下啊。现在的年轻人真贴心啊。哎，你袖子都湿了，来，擦一下。嗯，哎，谢谢。哎，林老师，嗯，你胳膊上这道疤是？吓到你了吧？啊，那倒不至于，但是看着像旧伤啊，是怎么弄的？我也记不得了，应该是小时候弄的。小时候的事我都记不清了。就是八岁以前的记忆。八岁，不就是我跟默默分开的时候？八岁啊。嗯。可是八岁年纪也不小了吧？怎么会记不住呢？是不是小时候碰到头了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小时候撞头撞傻了，失忆了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误会了。我知道，其实我也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，可能就是失忆了。是。怎么，你为什么会对我的伤这么感兴趣啊？啊，嗯，没有了，我也是有一个好朋友，但是后来我们也是失去联系了。嗯，所以你跟他有同样的一个疤，我就想问一下你。哦。但愿你早点找到他吧，嗯。但愿吧。真没想到一聊就聊了这么久，耽误你时间了。哎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了，我就住在学校附近，从这走路不用十分钟就到了。好吧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你慢走。嗯，路上小心。哎哎，等等。嗯。因为许恒这个在学校里面，心眼比较多，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他的状况，我能不能加你微信？可以啊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以后有事随时联系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小心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走错方向了。啊！哟，哇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跟上回一样，我的心跳得这么快。没关系吧？去玩一下啊！来来来，怎么会有女孩的求救声？糟糕，肯定是太有危险了！来来来，伤害你的！别跑！别害羞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
你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嗯，谢谢。手别碰，我的腿会不会断掉？腿断掉了还那么多废话？哎，你会不会开车？能不能开快点啊？现在车多。哎，你快路边停车吧。啊？你听到没有？赶紧靠边停车，赶紧的，听见没有？好。别着点自己。你下来。下。哎。没事儿，别叫了。哎哎哎，慢点慢点，这是我的车，小心撞了撞了。不能这么开。这不行。慢点。慢点。我的血都要流干了。喂，慢点啊。小心点啊！不能这么开呀！咱们哥几个居然栽在那小子一个人手里啊！这以后咱们可怎么混呢？什么小子？那是个女的啊！你扯什么蛋呢？你看，这他掉的。这可能是个男人的吗？丫的，当然忒肥了，这仇非讨回来不可。哎，妞，我问一下，您刚才看到一个男的，他个子不高，比较瘦，然后戴着帽子墨镜，刚送一个小姑娘进来的。啊。刚才那个小姑娘一进手术室，她就走了。走了？嗯。哎呦，我车怎么办？还是……那些流氓身上抢来的。喂，
爱妃，你在哪家医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当时他就这么唰的一脚，那个流氓咻的一声就飞走了，那时候简直就是李小龙在世。好了，我的小爱妃，你都说了一万遍了，不过还真的是要谢谢你那个李小龙，要不是他出手相救，你早被那些流氓……他不只是李小龙，还是个赛车手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堵车了，他小心点，当机立断，掉头，穿街走巷，那车开的简直就是速度与激情。我就是那个电影里的女主角，拍电影呢还女主角？你都这个死样了。原来阿健昨晚还干了这些啊！听他们这么说的话，昨晚应该没有看到阿健的脸，可是车哪来的？然后以身相许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许亨在我心目当中跟我的恩人比起来，连个小指头都比不上。班主任，你要是看见他的话，你怎么也来看爱妃啊？啊，那我们要不然就一块儿进去吧。嗯，好，好，走吧。班主任来了。嗯，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来看你来了。小智也来了。那人真那么牛啊？拿街道当赛道开啊？他是牛，你表哥我的车可倒霉了，路上被撞坏的那些东西全算我头上了，我要是不赔啊，人家还要告我呢。这街道附近不是有摄像头吗？监控可以证明这车子不是你开的呀。哎，妈，我那车有太阳膜，你不知道，而且他又开得快，还戴一墨镜，那摄像头根本拍不到他，所以人家警察只能以车找人了，认定就是我开的。巧了，哥，你救那女孩就是我们班同学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他还在微博上公开表扬你了呢。感谢昨晚救我一命的无名英雄，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但你帅气的英姿和过人的勇气已深植我心。感谢无名氏先生慷慨借车。这什么就一句啊？为善不欲人知嘛，你还要怎样？他把我车撞坏了，他倒成了大英雄了啊，还让我替他背黑锅。行，我非得把他找出来。嗨，你跟丫头较什么劲？你们两个人该上学的上学，该上班的上班去吧。嗯，妈，嗯，快去。走了，妈，拜拜。慢点啊。哎，啊，那个我家的车停在下面，一会儿一起走吧。好啊，那谢谢周曼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嗯，好。哎呦，班主任啊，不太好意思啊，那个我家的车只坐得下我们几个，您得自己打车了。走了，走。哎，慢慢，走，慢慢。哎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搭公交回去。快点儿，走了。走吧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老师。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拜拜。嗯，我觉得我找到默默了，他就是许恒的班主任林雨桐。你真确定是他？嗯，我跟他见面谈许恒的事，发现他右手上有伤疤，而且他还不记得八岁前的事情。默默就是在八岁那年发生意外的，我非常肯定他就是默默。可是光凭这两点你就觉得他是默默？万一认错人了呢？我建议你啊，别着急，继续找机会接近他，唤起他的记忆。要是他真的是默默，肯定记得你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嗯。哎，哇 ，yes！ 你看，网友真给力，找到那个跳快闪舞的女孩了。李凯丽，是她没错吧？哎，那你给她留个联系方式，问她有没有兴趣走演艺圈这条路。嗯嗯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长得这么漂亮，又会跳舞。说什么也得拉他来试一试。
老师，中午吃什么的问题，你们下课以后再讨论吧。明武现在需要上课。校规严格规定，学生上课的时候严禁使用手机，否则将以退学处罚。老师，你千万不要告诉教导主任，我爸妈他们花了很多钱，好不容易才送我来这里上学的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不玩了。手机没收，明天交一份2000字的悔过书给我，还有课本第23页50遍。50遍。哎，林老师，你还没走啊？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哦，我给爱妃准备了点东西，我打算给她送到医院去。哦，要不然我帮你送吧，刚好我要去看爱妃。真的啊？那太麻烦你了，谢谢啊。没事，别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爱妃，班主任，谢谢你特意跑一趟。你要是真想谢我，以后就别擅自外出了。老师可是因为你这次受伤的事被校长严厉批评了。不过我被骂事小，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这要是受了什么伤，严重影响你将来怎么办啊？老师，我就是想把舞练好。想练好舞，你应该找一个安全些的地方。这样吧，这件事老师替你想办法。真的吗？谢谢老师。对了，我这儿有一样东西给你看。小飞啊，爸爸不是说过了吗？凡事要量力而行。千万不要难为自己。你看，这受伤了怎么办？你爸说的对，你一个女孩子在外地，要更加小心。照顾自己，别让我们担心。过两天我和你爸就去看你。女儿加油。加油。爸爸妈妈，你看你父母这么爱你，你别让他们担心，要好好听话，知道吗？嗯。老师，我特别感动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老师以前也是住校生，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。这个时候家人的安慰比什么特效药都管用。谢谢老师。别客气了，你在这儿好好养病。老师一会儿去趟卖场，你有什么要带的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那好，你好好养伤吧，老师就先回去了。老师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，谢谢你。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赶紧养好伤，同学们还等着你回去呢。老师，又遇到你了。是啊，这么巧，我每次这么狼狈都碰到你。哪有啊，这是咱们有缘，说不定下回还轮到你救我了呢。但愿吧。哎，你买这么多东西是要大扫除啊？啊，别说了，昨天晚上遇到了桩倒霉事，得洗车。啊？哦。正好赶上送一个姑娘去医院，脚受伤了，弄得我满车都是血，然后送去洗车厂，洗完以后还是有股味儿，所以我打算自己清理一下。你送的那个姑娘，不会叫爱妃吧？对啊。啊，
他是你那个学生啊，这么巧，我还想是谁救了爱妃呢，想不到是你，太谢谢你了。哎，不帮也没有办法呀。走吧，咱们去结账去吧。哦，好，走。哎，我自己来。这下坏了，他帮了我这么多次，我还把他的车给撞烂了，这人情我可是欠大了，怎么办啊？走，啊，陈先生，我帮你结吧。哎，不用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千万别跟我客气。我知道你想跟我道谢，不过刚才我只是举手之劳而已，你用不着这么破费了。来来，我应该的，我应该的。应该的。啊，哦，我是说你救了我的学生，我应该好好感谢你，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喂，哎。林老师，其实呢，除了我妈，我从没让女人付过钱，今天让你给破例了。规矩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？再说了，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大钱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不过，我总觉得你今天似乎不大一样。我？有吗？你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今天换了眼镜了？平时戴的不是这副眼镜啊。啊，你还挺细心的嘛。对，我那个度数加深了，之前的眼镜不合适了。原来如此。我对你的印象还挺深的，想瞒过我可没那么容易。哎，林老师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我那个童年的小伙伴？记得呀，你找到他了？对，找到了。我觉得他就是你。我？你认错人了吧？你开玩笑的吧？我没有开玩笑。经过上次咱们俩谈话，我看到你胳膊上的疤，还有你八岁的时候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我觉得所有的线索都让我认为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，你就是苏默默。不用紧张，我也没别的什么意思，就当是交个朋友吧，不用这么拘束。朋友啊？对啊。朋友。林老师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哦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程先生三番两次替我解围，实在是个难得一见的好人。可是他说我就是他要找的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而且上次阿健的事，他要是知道了，我该怎么面对他呀？喝啊！来来来来，这喝，这流不错啊！谁他妈让你看这个？就是他昨天晚上，这妞，确定？就是他，就是他抢走我帽子和墨镜，我那都是牌子货，他当着我的面穿着呢，我还能认错人？还朝这踢了我一脚。好啊，在这儿让哥几个遇上了，真是老天有眼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下手够他妈黑的。哥几个等着吧，走走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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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咱跟上他，走走走。不对，我好不容易遇到他了，我应该趁热打铁跟他解释清楚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走了。你往哪儿跑？往哪儿跑？臭八婆，不认识我了啊？你丫昨晚不是挺能打吗？抢我衣服，抢我墨镜啊？怎么现在怂了啊？你们认错人了吧？认错人？你当老子傻呀？今天非给你的颜色瞧瞧。跑？你往哪儿跑啊你？你能跑得了吗？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当我们吃素的你？你还跑？快了！你过来！放开我！过来！哎呀，大哥，没事吧，大哥？快给我出来！雨桐，上车。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，大马路上也敢动手打人。嘿，你怎么手流血了？来，我给你擦一下，快。这样不行，要不这样吧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了不用了，这么一点小伤我自己擦擦药就好了，要是真有事我会自己去医院的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我也没听你把话说完就走了，来帮我救了我一命。哎呀，这也怪我，真是的，就不应该让你一个人走夜路。咱们要不报警吧？你还记得那几个人的长相吗？说不清，不过爱妃说她在公园被三个流氓缠住，我想应该是同一拨人吧。哦，说到爱妃，我还真要找到上次救她的那个人。找她干什么呀？我有话要跟她谈。要谈什么呀？公园里应该有监控吧？对，找到监控就能找到那个人。咱们现在去问问。你等等，你不用去了。我之前也想找爱妃的救命恩人，我已经跟公园管理处的人提前联系过了，让他们把监控的袋子拷给我。他们说到时候一有消息一定会立刻通知我的，你就别白跑一趟了。他们告诉我，我就通知你好不好？嗯，这样啊。哦，那好吧。你是和你的家人一起住吗？哦，不是，我是外地来的，这个房子是我租的，我一个人住。哦，这样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等等。我这儿有两张公关票。嗯，周末上映，你可以跟你男朋友一起去看。哦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我一个人看电影也挺奇怪的，要不然你送别人吧。你和闺蜜看也可以啊，总不会连闺蜜也没有吧？我，要不然你还是送别的朋友吧，谢谢啊。要不这样吧，这两张票呢，咱们一人一张，电影周末上映。
咱们就按票面上的时间，到时候电影院门口见。可是我……哎呀，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，那也没有关系啊，这只是一张公关票而已，浪费了也不足为惜。可是程先生……好了，不要叫我程先生，我叫程海灿，你以后可以叫我海灿。哦，我叫林雨桐，那以后你也喊我名字吧。好啊，雨桐，那我们就这么定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晚安。先是凯莉，然后是阿健，他们已经安静了那么久，现在重新出现，是不是我的心理状况又出问题了？你这两年能主动回访很好，而且你已经完全康复，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放心好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我可以过回正常人的生活了？给。之前逛街的时候，看到了你喜欢的迷迭香，我就顺便买回来了。那家花店真的很不错，下次我们一起去啊。严医生，谢谢你，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。如果不是你一直帮助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挺过来。雨桐，真高兴看到你完全康复了，能开始美好的新生活，也恭喜你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，期待着你能成为一名好老师。以后你要有什么事情呢，记得随时跟我联系。到时候如果你有了学生，可不要忘了我。还有啊，过朋友的话，你要是谈了恋爱，也一定要告诉我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可以谈恋爱吗？我刚才说的倒不是这个意思。作为你的朋友，我希望你尽可能的享受美好的生活。但是雨桐，你自己最清楚，之前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我怕你万一遇到问题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我知道了，严医生。你怎么手流血了？来，我给你擦一下，快。
反正我就是个爱情绝缘体，就算那个程海参再体贴，也跟我没关系。为了迎接天降的稀客，开出花香让风吹过，偶尔整理身上的